莓果，这个是酸酸的，这是帮你切好啊。看一下，这是西瓜，你要吃西瓜还是吃凤梨？看一下价钱，你要看价钱啊。莓果12块，30/360。我们先逛一下，等一下再来看。哇，还有卖花哎，20块。还有这个草莓哎，6.99，6块，对，可以吃啊。对啊，这是那个。知道了，是剥好的。对，它剥好了，但这个叫什么我忘了。没有忘了。对对对，石榴。就这样放着，这样好帅哦！这个居然是这样卖，用称重的磅一磅。快逛完我们的蔬菜区了，各式各样的蛋。低卡的，我记得早上。这看起来很像我们在 Costco 买的牛奶的样子哦。都好大桶哦，哇塞！要牛奶吗？我们要吃麦片吗？哦，当吸管哦，对。那你要买牛奶啊？你看整排，真是我的天哪！这是我最爱的一区，哇，也太多选择了吧！我看看，Mark, can you call 1304, please, Mark?